者壮士携台北报道。澳门是短程旅游热门旅游的点之一，迎接春季到来，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推出喜悦春游酒店入住套票，双人入住价格为每晚港币1388元起，旅人可把握机会规划澳门的春月旅程。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即日起推出的喜悦春游入住套票，入住价格包括酒店住宿、连自助早餐或午餐。两张单程经光飞航标准舱船票由澳门出发至香港或香港国际机场，货价值澳门币200元之餐饮即是疗消费额，玉溪白咖啡酒廊免费享用两杯精选葡萄酒、鸡尾酒或啤酒等。此外，从第二晚起每间客房每晚客或澳门币200元的餐饮和水疗消费额。另外，因应复活节，酒店的班尼意大利餐厅将推出复活节岛屿美专自助餐，一系列佳肴包括意式炖鸡肉、澳洲羊腿肉配黑松露酱，多款丰富甜点等。复活节岛屿美专自助餐将于4月1日供应，成员美味价格为澳门币478元。此外，班尼意大利餐厅也将于3月26日至4月2日推出复活节天伦乐晚膳套餐，价格为每位澳门币528元。套餐包括5款意大利经典佳肴，让宾客们品尝美味佳肴。酒店大堂的喜白咖啡酒廊于3月26日至4月2日期间也推出复活节下午茶套餐。套餐包括多款甜点及甜点。班尼意大利餐厅预复活期间推出早午美专自助餐及天伦乐晚膳套餐，与大家欢度佳节。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提供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推出喜悦春游酒店住宿套票，旅人可趁机规划澳门的春月旅程。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提供。